快！我操！还有，再住个那个屋。就是这个。现在的。走，好了。我操！这么弹！还有吗？没了。走了。不够杀的呀！我还没看到人呢，我。兄弟，这是人，我吃。现在这，什么？你脸上那个屋里那个。操！哎呦我操！有杯赛了呀！过两天，今天23号。你打不打吗？打呀，有比赛就打。参与训练了。参与。没办法呀，播到现在这个月还没播完呢，兄弟，还得再播几天就播完了。得养战队呀，没米儿啊。留的。他的听命杯，我的奖金有点高呀，我看。高达12000。高达12000的冠军。听着，我们豹子杯第一是多少来着？豹子杯不知道，10000块。不分伯仲。啊，就我第一回搞了个40万，他不让搞那么多的，后面。哎呦，40万，哥们儿。对，我第一届我办那届，我就筹了40万，他们留给我5万，哪里搞5万？嗯。哎，他把自己白了。我操！火车还有一个，火车不？最后一只，我脸上，哎，烧到了，好火！到，打头了，楼里吗？这个是个楼顶，蓝标打好药了应该，楼顶右边，上楼，漂亮，值死吗？值死，值死。啊！直接干了，不管了，行，我带火弄轰他就。弄。左边房子。房子外，确定。坐。谁翻窗的是谁呀、啊？翻窗的。脸上。我脸上。打吧。谁躺了？我看没有。我操！漂亮！我操！坐啊，左哥，哥的火力死了！操，把自己轰死了！我操，弹完了，兄弟！不是我在打那个人，他直接从我脸上墙放进去了。我操，还可以啊！唐人街，这边喝奶茶真的有喝茶的感觉。他这个这妆是什么情况？他这个眉毛怎么感觉像茶味特别重？就洗脸抹那种。擦脸油没抹干净，那个洗面奶没擦干净一样，什么情况？坏了，这没有啥呀，给皮肤吗？蛋糕，哦，还是他眉毛就是故意这么画的，老铁。7周年，我没化过妆，谁给我讲解一下？问问阿 P， 他也不怎么会化妆的，我感觉他化妆我觉得就会丑，就他适合那种淡妆，心机素颜妆那种感觉，他就会好看。他是化浓的就会丑，因为他长得就好看，他化那些反而会变得不好看。一个开打 ，OK。不是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你太狼了！啊，被人家打死了！你说啥？先喝饱了，兄弟。走，出发了。走，得帮忙。掉。在最前面跑上去了一个，仓里还有一个，没子弹了，人呢？在上面。好，救救我！哎 ，UP 比赛你们会解说一下吗？会啊 ，OB 啊，这一些。那个对的。
真的假的？哇！他是什么心态？懵逼，兄弟。他能打一个，来。Let's go。右边还有。Let's go， 来拉拉，我帮你们。还有还有。我操！这他妈的死一地，兄弟。是啊，被他宰完了。右边。来。嗯。啊？他的反手就是一枪。这怎么说呀，老铁？这圣马丁吗？圣马丁啊，全在圣马丁了。我说这局游戏极速 PUBG。哎，还是喜欢玩决赛圈呀。真的吗？嗯。极速版 PUBG 不好玩。啊，以后这个号打单四了，大号玩上分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倒一个。哎，右边还一个，喂，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啊，队友呢？队友迷路了，怎么上去？左边、左右都有。然后两只倒了一个，先拉人，先拉人，先拉人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先救。有油桶，朱哥那边，把那个油桶打了，全杀了。真毒假毒？等等，等他。油好像没了。里面，外面一个，外面一个，外面一个。我操，还一个！全人，全是人。太好了 ，fuck 兄弟。哎呦我去！